冬天就快到了，为了即将到来的冬眠，棕熊们必须准备好充足的食物跟填饱自己的肚子。为了夺取地盘，这两只身高将近两米，体重约可达1000英镑的残暴巨兽开始打起来了。可以看到，两只熊的脾气都很暴躁，其中一只熊的腿部整块皮肤都掉了下来，可见棕熊长达10厘米的爪也不是摆设。这时，其中一只棕熊把另一只棕熊按住，但被按住这只棕熊很快就站起来，双方缠斗在一起继续激战，画面相当惊险刺激。